女生不要听不同的想法。比方说，我一次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翻场景，然后我们看过有些男生，年薪大的男生，然后跟很性感的女生，然后他都说啊，但是他都是酒店的女生，他说啊，我知道酒店上班的女生都很坏。然后说，哎，我觉得真的不一样，我想法不一样，我觉得可能有的女生需要，交学费，还是生活困难，所以不可以说每个女生啊喜欢她们喜欢这个工作啊，她们呢，然后啊，如果你像这样呀，你也很坏，吃醋吧，吃醋。对，因为他刚才讲说，因为酒店，他觉得不一定每个女生都是做酒店都是很坏，他可能是要养家。对啊。那他觉得你在帮人家讲话是不是，所以你女朋友吃醋。不是不是，可以醋醋醋。醋醋。可以醋醋，但是呢，问题是就是因为。不能讲这个坏这个字，每个工作不一样，牛郎啊，拍那个动作爱情动作片啊，每个都很辛苦，哎，所以就是每个专业，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，好不好？不是我。